好了，那么在这个教学中，我们来学习一下 3ds Max 的 Particle Flow Toolbox 2动力学系统，它里面的这个 Physics X World Operator 世界控制器。首先，我们先来重置一下 Max， 按6打开粒子视图，拽一个 Physics X Flow 进来，播放动画，观察动力学默认的掉落效果。F4 边面模式显示，我们可以观察当前的在这个默认的 Physics X Flow 的系统中，有一个全局事件 Render， 有一个出生事件，在出生事件里面有一个 Birth Grid， 也就是出生的网格，有一个外形，真正的外形，动力学的碰撞外形，自旋，还有这个 Physics X World， 这个就是它的引擎，还有就是显示了。那么在这个引擎呢里面，我们可以点中它，看到它自身的这个修改面板里面有一个这个 Physics X World 02的引擎，还有一个点击新建引擎的这么一个按钮。那么如果我们想对当前场景的这个动力学的全局效果进行修改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有两种方法使用。第一种呢，我们就是在 Particle Flow 粒子系统中选择 Physics X World， 点击 Physics X World 02旁边的这个箭头，修改面板中罗列出来的就是当前的这个引擎，它的全局设置项目，也就是粒子的全局设置项目。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直接在场景中选择这个框，也就是 Fix X Word 的辅助对象的框，那么它也会在修改面板中弹出相应的修改项目来。这两种方法都可以，相比来说，这种要简单一点，直接选择。那么这个 Fix X Word 呢，它实际是结合当前的事件或者系统中的粒子来进行精确的、真实的动力学模拟。那么场景中呢，必须要保证有一个 Physics X Shape 和 Physics World 在同一个事件里面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动力学模拟才起作用。如果我们将 Physics X World 默认放在某一个事件中，那么这一个事件就会参与动力学计算，它里面的粒子都会有动力学效果了。如果你把 Physics X World 和 Physics Shape 以及外形三个控制器拽到顶部，那么整个也就是全局事件里面，那么整个这个事件全都会进行动力学模拟。这就是把它放在不同位置的差别。那我们来看一看，为什么在默认情况下，当前的这个粒子呢，它就会直接掉下来呢？我们看当前这个 Particle Flow 的事件里面根本就没有重力项目，也没有地面，那它为什么会直接掉下来受重力，并且掉到地面上反弹呢？而且堆积，原因就是 Fix X World 这个辅助对象的作用。我们选择它，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Apply Gravity 施加重力。那么当前这个按钮勾选的话，物体就受重力；如果把它取消，就不受重力，只有它自旋的效果。我们看到它只有自旋的效果。那么如果你把它勾上的话，把重力值可以修改，比如说我模拟月球上的重力，那么它的这个大小就应该是60左右，因为这个月球上的引力呢要比地球上小1/6，大家看这明显就慢了。如果是火星上的呢，大约就应该是整个这个的1/3，大约120左右，130吧。这是火星上的重力，所以这个重力值我们可以在这里调整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勾了，它才能够掉下来，没有的话就不会。那我们回到386默认值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Ground Collision Plane， 这是一个动力学的地面，它这个碰撞地面在什么位置呢？就是在这个辅助对象的底边上，也就是有叉的这个边上。那么现在你勾了它就有地面了，如果不勾的话，粒子就没有地面，一直往下掉；如果勾了的话，地面效果就有了。这里面提醒大家注意一点，就是当前的这个地面和这个重力的方向啊。这个箭头就是重力的方向，它是可以改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先动一下地面的位置，我把地面往下挪一挪，再来看，它就到了新地面的位置，在这里炸开了。OK， 那么如果我要把整个的这个地面加上这个重力的标志，要是给它倾斜过来，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打开角度捕捉，这个效果非常好玩。我们看，给到90，把它拉到这边来。我们看到会出现什么效果？摄像机是这样的，物体呢就会往这儿落，哎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感觉。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偏移一下，再来看一下，落出了这样一个效果。所以在一些特殊应用的时候，这种东西还真可能用得到啊。那么这里面还有这个地面的反弹和摩擦。我们看到当前的这个效果里面，粒子呢掉到地面上没有弹得太高。大家看外面这个，看这个崩出来的啊，
基本上没有再怎么跳，掉到地上基本就这样了。我们如果把这个复原值给到 0.9， 也就是相当于弹力值给高，大家注意看现在的这个例子，凡是掉到地上了都会蹦蹦跳跳的弹起来。我们可以给小一点，给到 0.5， 大家看掉到地上的都有弹起，看看，如果你给1，那弹的就比较高了，但这样的话会造成系统模拟不是很稳定啊。好，把它归零，然后我们把摩擦力调整一下。如果要是有给摩擦力的话，我们给到零，这个呢对立方体看的还并不是很清楚。我们可以直接将当前场景中的粒子外形改成是一个球的动力学外形，并且将外形改成球体，80面球体。好，播放动画。大家看，这个粒子是非常容易向外扩散的，因为摩擦力我们给到零。如果把摩擦力给到一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这个粒子掉到上面来，整个的转的速度要慢很多。我们可以配合粒子外形本身的这个摩擦力也来调一下，都给到一。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效果。走，大家看，明显向外滚受阻了。我们可以把它给大一点，比如说我们给到3，把上面这个值我们也给到3，静摩擦力、动摩擦力都给到3。同时呢，我们要将场景中的这个动力学外形，它的这个摩擦力也给到3。我们要看得明显一点，播放动画，大家看已经很。注意第100帧它到哪里，大约到这儿。如果我们把摩擦力给到0，大家看到100帧的时候它在哪里，我们把这个打开，将这两项也给到0啊，当然0有点太小了，我们给 0.1 吧。好，这个也给 0.1， 其实不用给了我们也能看得到，这个效果非常的有意思。我们看到100帧它已经走到这儿了，刚才100帧走到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摩擦力呢它对整个效果的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们将这个静摩擦力、动摩擦力都回到默认值，回到粒子里面来，将它也回到默认值。 OK， 好，大家看给多了摩擦力，自然这物体就回去了，刚才给 0.1 的时候到这儿，0.5 的时候到这儿。 OK， 这就是弹力和摩擦力。图标的尺寸，这里我们可以控制图标的尺寸，把这图标尺寸放大一点，给小一点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，因为这个图标主要是一个标志，它只要控制重力和底面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回到默认，都给50。这里面比较重要的呢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Cache Bake Simulation， 因为我每次模拟的时候呢，这个粒子动力学都是基于真实的动力学计算的，也就是说每次计算的效果都不完全一样。那这样的话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效果做好了，然后为它渲染存盘，渲染过程中死机了或者断电了，我们再把这个存盘文件打开重新再渲染，那么两个，比如说第一次断电之前渲染到31帧，我们把文件存盘了，等来了电之后我们再从32帧开始渲，或者从31帧开始渲，我们发现根本接不上，因为两次的动力学效果不完全一致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实际可以在渲染之前点击 Cache Bake Simulation， 点这个按钮，你可以看它现在整个场景在进行动力学数据的备份，备份完了之后我们只要勾选 Run Baked Simulation， 运行模拟的数据，这样每次的效果都一样不说，而且整个速度变得非常快，因为它是直接把效果读到内存里了然后再进行播放。那么如果此时存盘的话，当前这个 Max 文件是比较大的，为什么它比较大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另存为，比如说我们叫 temp， 我们保存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temp 文件有多大，详细信息 1.9 兆。如果大家注意，如果我们将这个模拟缓存的数据关掉，我们先将它取消，把它删除，问你是不是移除，是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存盘的话，我们来看看 temp1 回车，再来看一下它俩的尺寸大小，大家看这一次就非常的小，因为它这个整个缓存效果是直接存到这个 Max 文件里面去了，所以文件会非常的大，场景粒子越多，粒子外形越复杂，那么整个
存盘的数据量就越大啊。甚至我们可以只备份其中一份，我们来看看，比如说当前时间段是零到一百，我们自定义时间从三十备份到七十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 Cache Bake Simulation， 大家看它自动跳了这个位置到七十停，所以这里头我们不要的话就可以删除掉，回到默认的 Active Segment 当前自定义当前的整个时间段啊。更新视图就不用说了，这个备份的时候它会把视图实时更新啊，实时更新。高级参数里面比较重要的有两项，一个就是 subframe factor， 这个叫做精度，也叫子帧因素，我们给到一，来播放一下，这是一的效果。如果想让它精准一些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值给高，给的越高算的越准。大家看，越高越准。那么如果在某些情况下发现整个动力学计算的效果出现了错误，比如说粒子出现了穿插抖动或者算的不准的情况，我们可以将当前的这个值调高，但是调的时候呢最好是隔一调一下，比如说它默认值是二，我们给到三看一下效果怎么样，算一次，给到四看一下，拨一下时间滑块。如果能用最小的值就不要用太高的值，因为太高的值这个值太敏感容易出错，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控制好这个值的大小。同时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，就是 time scale 时间缩放值。那么这个时间缩放值是个什么概念呢？我们现在来把这个值回到二，把整个动力学里面回到立方体，把这个位置回到立方体 box， 现在播放效果又有了。那么我们如果想让它慢动作播放，我们勾选 time scale 给到 10% 的速度播放的话，大家看这一次速度就非常的慢，是原来速度的十分之一。如果给到 300% 的速度，那就是原来速度的三倍，大家看特别快。我们可以对这个值做动画，来制作类似于骇客帝国的效果，比如说它落的过程中没问题，到了这个位置突然之间停止了，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恢复正常速度。怎么做呢？我们把时间滑块拨到30帧，确定它为100，打开自动关键点，将这个值调为0，然后呢我们将第0帧拽到29帧，我们可以看看当前的效果下来，大家看它停到这儿了，将29帧摁住 Shift 键复制到69帧，将30帧复制到70帧嘛，先将30帧复制到70帧，30帧也就是数值为0的时候复制到70帧，把这个29帧复制到80帧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，一直停，突然之间快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转摄像机了， Ctrl C 创建一架摄像机，然后呢把时间滑块拨到，它是我们看是从30帧开始到70帧结束，那我就拨到70帧，打开自动关键点，使用摄像机摇移工具将摄像机转一下，我们手工调一下就行了。好，然后把第0帧放在30帧，因为30帧它开始了播放动画。注意这里面有问题，摄像机和目标点都有动画，我们看一看摄像机跟目标点的动画我们是不是都调好了，大家看目标点的还没有挪到30帧。好，看看摄像机有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0到30帧正常，摄像机角度也不动，物体正常下落，动力学30到70帧停止，摄像机在转，70帧以后动力学效果继续。这就是我们模拟出的这种类似于骇客帝国的效果，时间静止。好，这一下我们通过当前的 Physics X World 非常容易的能够实现。好，那么关于 Physics World 还有一个概念需要补充，就是它这个引擎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直接拖拽的是一个，我们看一下把这东西都删掉，直接拖拽的是一个 Physics X Flow， 那么这个引擎和外形都已经设置好了。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标准的流程，我们需要这里面有动力学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手工的把当前的这个 physics shape 拽进来，放在 shape 的下方，再拽一个 spin 自旋，将自旋的这个强度调到5，与默认的一致，我是说与默认的这个 physics x flow 一致，当然这个 spin 控制器默认的大小是360，
我们再转一个 Physics World。那我们现在将发射器提上来，旋转90度，或者让它向上发射，180。按下 P 键，切换到透视图，播放动画。注意，我们的 speed 沿图标箭头方向，出生位置出生在图标上，外形 box。注意为什么没有效果？因为这个动力学引擎，大家看到，它实际是一个没有引擎的这么一个辅助对象。我们要 create a new driver，创建一个新的引擎，这样引擎才出来。播放动画，这样才有效果。显示我们改成 geometry 几何体，同时 PF source 里面。精度改到半帧，也跟它默认的一样。这个改到100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效果，将速度值调小一点，大约给个100左右就可以了。播放动画出来就互相崩开了，但是也是在，大家看啊，崩开了，它也没有落下来啊，也没有互相撞。那这个引擎还是有问题。我们点击的引擎过来，大家可以看到自己新建的引擎，它是没有这个。重力的，勾选重力，勾选地平面，播放动画。大家看，这样它才会掉下来。而且由于发射器面积太小，我们把发射器面积调大点，我们给到100。大家看，这样才没有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引擎啊，自己新建一个需要设置的项目就比较多一些。那，OK。当然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，我们将摄像机隐藏，我们将发射器的位置拨到第0帧，调到高一点。我们让它先到一个板上面停，然后再穿过这个板。我们现在创建一个板子，把它拉起来。如果想让出生的这个东西碰到板子，我们需要给它加一个 P flow collision shape activate。同时，在这里面我们要将 Physics char collision 抓进来，将加入了修改器的这个物体加入进来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效果，落到上面没问题，太大了。我们将发射器调小一点，给到50。同时呢，我们将当前场景里的大小，粒子的大小调到5。再来播放一下看一看，大家看，它就基本上都落到上面了。我们让它。尽量都落在上面，所以我们将这个外形改一下。注意这个外形调大小的话，如果回到底下直接调，我们看一下，给到200。我们看到虽然调了，但这不起作用，也就是说明 P flow collision shape 它不能实时更新，我们要将它删除，重新加入一个 P flow collision shape。这个时候大家再看，注意把 activate 打开，大家看这回起不起作用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样就好了，但是我想让它到了60帧的时候，它都掉下来，怎么办？发射器再大一点，80。OK，然后播放动画，把这个平面的摩擦力调大，不要让粒子滑下去。播放动画，大家看这就没问题了。我想让它到70帧的时候落到地上。如果让它70帧的时候落到地上，我们很正常的想法就是加一个年龄测试。哦，sorry，拽错了，把这个 collision 拽进来，加进来。好，年龄测试到70帧，不要给变化，直接给零。我们要让它直接落下来，那怎么落下来呢？我们将 shape 自旋引擎显示。复制、粘贴下来，注意顺序。外形、自旋是这个引擎显示没问题，连上。这里面没有这个碰撞了，按理说到了70帧它就应该掉下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发现它还是不掉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按理说是应该掉下来了。这里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，关于 Physics X-Word 的这个引擎，有一点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说如果在一个粒子流里面。这两个事件用到的是同一个引擎，Physics X Word 04，Physics X Word 04。那么虽然
它们都能产生动力学。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就是这个碰撞，它会一直，虽然它在一个世界里加了，但是它会在所有世界里都起作用。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让它正常掉下来，不受这个东西影响呢？这里面我们就需要将当前的仓库显示出来，尺寸转大，我们直接再转一个新的引擎进来，替换原始的。也就是说，创建新的引擎，这是06了，刚才是04。按下 H 键选择新的引擎，或者直接按这个钮过来，将重力勾上，地面也勾上。大家看这一次，我们落下来到这里70帧以后，它就全掉下来了。我们把这个板子隐藏，将时间放长，大约到150帧，播放动画，起来。落到这里，到70帧，掉下来。不要用粒子年龄，我们要到70帧的时候，让它是绝对年龄，这样它以时间划块的第70帧为准。要不每个粒子都到70帧，它们到70帧的时间不一样。大家看，这样它就掉下来了。如果刚才用这种的话，是算每个粒子出生的时间。大家知道，刚开始粒子是逐渐出生的，所以第0帧出生的粒子，当然70帧。它就掉下去，进入下一个这个动力学世界。那么，如果是69帧出生的物体，那么啊，没有69帧，比如说30帧出生的物体，那么它就需要到了将近100帧才能进入下一个世界。所以，它进下一个世界的时候是有顺序的。大家看，最后一个100帧左右也就掉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让引擎在一个世界里面，这个碰撞只在这一个世界内起作用，到第二个动力学世界它就不起作用了。必须要新建一个引擎，不能使用直接的引擎直接复制。那样的话呢，如果使用同一个引擎，所有事件里面碰撞是会继承的。这是我们对 Physics X World 这个控制器的一个细致的讲解。